你知道乌特兰什么意思吗？黎明的意思。天亮了就好了。我们都干到天亮吧。共产党特工，那儿应该是18号有个秘密行动，叫乌特兰。 宁可坐杀不可放过。分开走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分开。抓紧时间告别吧，活着的去找孩子。发现任何不对，马上走，只有这一次机会。我都没有跟他好好告别。出来！应该当他已经死了。 我这个身子出去也是废的，完成不了乌特拉行动了，不如废物利用，咱俩搏一个。别的大一阵你会要，用二组，引出一组。走啊！你现在。